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习大大曾经是中国坊间，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代名词。如今这一俗名已经被官媒所接受，并得到习大大本人的首肯。纽约时报更是把习大大直译成习 Big Big。 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习大大意味着什么？这一称谓又怎样体现了习近平的个性与他的执政风格？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治观察高手为您解读。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呢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讨论。和平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好的，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习大大这个名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它本身的这个字面的含义以及政治寓意是什么？这个其实大大这个词儿啊，我也这个做了一点功课，我发现各地的方言里有很多都有大大。这个大的呢，有的是指这个伯伯，有的呢甚至也有指爷爷的，也有指叔叔的，反正总之都是长辈，但有的长一辈，有的长两辈。那么当然我们就看这个应该还是以陕西方言为准，所以呢我看了一下这陕西方言呢，它就是说指父亲的弟弟或者是比自己父亲年龄小的叔叔辈儿啊，这个叫大大。这个大大其实陕西人反正是管父亲的哥哥是叫伯，管这个爸爸的弟弟，他是叫，这个叫这个达，这个达还是这个二声，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具体怎么用起来的，我这个根据回忆啊，因为我们记得微博上有一个这个学习粉丝团，那么好像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习总的一个公关团体吧，他们好像开始就是用了这个词儿。不过用这个词儿，当时大家还是觉得蛮亲切的。后来呢，又有他去过这个庆丰包子铺微服私访以后呢，就有人又编了一个曲艺，编了个曲儿，这个曲儿就叫包子铺。这个里头呢，就口口声声。习大大这时候就有点变味了，就变成有点好像是歌功颂德了这么一个意思，就一口一个这个习大大。但是这两个意思来看还基本上都是一个尊称吧，就是这个是我所解锁到的情况就是如此。谢谢。和平先生，根据你的了解，这个习大大呢，过去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一直是坊间的一种称呼。但是中国官媒最近也开始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而且9月9号呢，习近平来到北京的师范大学和全国的一些教师座谈的时候，来自遵义的一位教师就说：“我可以不可以称你为习大大？”习大大当时就回答 ：“Yes。”那么你认为官媒和习近平本人都对习大大的说法加以首肯，它表明了什么样的含义在里边？可能最开始辐射出这个名字就本身是可能习近平家里的一种说法，或者是这个习近平的形象的塑造的团队里面的一种说法，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借助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强化这个称呼的话，习近平给予肯首，这是一等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似乎就是给人的一等感觉，他好像很有魅力啊。实际上，这种魅力呢，和奥巴马这个总统和这个台湾的马英九这个总统啊，两人的这个人的风格所说的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当时候的马英九和的是这个奥巴马两位这个领导人呢，都是他真正的个人的魅力，擅长的演讲或者是个人的某一些形象。但是即使是这样，经过了几年两位的这个执政呢，这些个人的魅力并没有使他真正赢得人们的尊重。马英九在台湾的民意调查是比较偏低的，或者说非常低。那么奥巴马这一次在美国其中选举呢，也成为了票房毒药。那么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魅力的形象塑造呢，其实是比较一个非常知识的一等塑造因为所有的这个媒体的形象，它不像台湾和美国是一个自由和开放媒体的一个报道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的形象是通过官方这个所可以塑造出来的，该让他讲什么话，或者说他该出现的什么场面，可以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画面，都是经过了他们的一个精心的这个安排。在这么一等操纵的情况之下，出现了所谓的习大大，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就像中国是一个海岸的，到处都是海岸舞台，因为他有一个灯光只打到习近平身上。那你现在哪怕是给他一个名字叫习小小，或者是习二二，或者是习三三，都会被传播出来。因为人们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间，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比较引领的更广为流传。但是我说从短期来讲，它是有娱乐效果，有八卦效果，但是从长期来讲是没有的。我前面讲了，奥巴马总统和这个马英九总统，他们都曾经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人，这种的结果呢，也并不是那么的美好。那么这个习近平就更加是这样，他的所谓的魅力的这些故事，所谓的这些传说都远远不如这个奥巴马和马英九。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一等就是说个人形象的塑造，如果没有他的政绩的支撑，没有人们长期对他的一等肯定，那也是一个泡沫，没什么用的只是大家在传播的时候有利于玩笑，有利于传说而已。好，谢谢和平先生。那么我想再继续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的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呢，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歌功颂德的一个这个动作。那么我想请问你，就是说习近平呢，他的这个团队呢，把他进行这么一个形象的塑造，究竟呢是倾向于歌功颂德呢，还是倾向于和国际跟西方接轨，走上一个这个平民化的这样一个道路呢？那是完全不是跟国际接轨。国际的接轨的所谓的平民化，是通过在平民的过程中间，他得到选民的支持。那么很显然，这个习近平不是的。习近平之所以当上中国的领导人，跟中国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政治原因，人们对他的一等钦定。所以这方面还是需要得到人民的这个认可，来形成他个人的这个权利的话呢，需要通过一些政绩和他个人形象的一种塑造。那很显然，现在习近平谈不上有多大的政绩，那么人们呢就他的这个马屁团队他的这个专业团队，他的这个或者是家庭团队呢，就开始了塑造他的一些个人的这个一些魅力。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所有的专制独裁的政权都一样的，他们都喜欢把领导人呢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勤能教的一等人物，既有个人的魅力，同时呢又有权威。那么现在来看呢，他们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在走。那么习近平比较威严的形象，习近平比较幽默的有智慧的形象，习近平比较亲民的形象呢，通过官方媒体的这种控制性的传播呢似乎有了一些效果。但是我前面讲了，其实从长期来讲，这是没有用的，这都是小的技巧而已你可以在选举的过程中间，通过你的魅力的表现，比如说马英九或者是这个奥巴马赢得了这个选举，但是这种留在历史上的这个是你的政绩，是你是不是真正做出了这个跟老百姓做出了老百姓真正支持和赞扬的这个政绩，这才是最关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的电话。张立凡先生，现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读者来信呢，把习近平直接译为习 Big， 我想大家如果知道一些英文的话，都知道这是老大的意思，有点中国大哥大的意思。那么西方也有评论人士说，习近平他这个习 Big 就反映出他本身现在在中共当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大哥大，而且呢是一个铁腕人物，这从他的反腐以及其他的这些工作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您是不是同意这西方的这么一种看法？
定的道理，就是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词儿吧，可能一个是有它的本意，然后呢又有它的转意。那么本意呢，可能就是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个对长辈的尊称，然后呢中国又是一个这个家族主义传统比较突出的这么一国家，所以呢有很多这种转意呢，它就会把这个意义往这个拔高啊，或者往极端上想啊，这个都会有。这就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哎，一种呢就把这个因为传统上总是把官员呢、啊、把这官府啊当作民之父母，所以过去有父母官这样一种称呼，那么这个官员们也自己是什么爱民如子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就是慈父，用朝鲜那个的官话来讲，那就叫慈父般的领袖，那也是大。那么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大，那就是传统上的比如说这个帮会中间的称呼，哎，老大，那也是一种。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的领导班子里头互相也是在私下里啊也是这么称的，老大怎么着，老二怎么着，从这个书记开始书记是老大，可能这个省长就是老二，然后再往下排，那也是有这种排法。那么这些排法呢，其实就有已经开始有点这个走样了，就是他把这个大往另一种这个方式解释。当然也有一些调侃的这种转移啊，那就是说这个大中间呢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你装大个的，或者甚至这一类的啊。当然但是我听到的真正有些不公的这种说法，那不是在大的这个词儿上，而是在另一个词儿上。这个词儿其实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跟那个庆丰有点关系的啊。比如说那这词儿我就不能说了，这个词儿一说呢这个弄不好就犯诽谤罪了，这个所以这个就叫你懂的。好的，不懂呢那我也没辙，反正不懂我们就慢慢懂。好的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踊跃拨打电话400120551。第一位呢是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请讲。喂。陈先生，您在线上。就习大大的习大大是否名如其名，我想说一下，习大大习近平上来的时候曾经说过两个观点，一个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要上台两年多，我看现在只有空谈而没有一点兴邦，上台做的所有的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共产党的统治。那么其实加强共产党的统治呢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个人也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走向民主，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不行的，还要有统治者的德和能。从目前来看，我感觉习近平没有这个实力，然后就是民众的素质的提高，然后达到一个国家的民主。行，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江苏陈先生。接下来一位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嗯。我想这个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说是习大帝呢累并且快乐着。我认为这个累不好，作为一个执政者并且没有经过选举上去的执政者，不应该累，而应该抓大事儿。不然的话，不解除党禁报禁，不走民主宪政这个天下大事的大路，就要被习大帝身边的人做掉。提醒呢，习大帝呢，这个敌人呢就在党内的这些贪官污吏，就是习大帝身边的人，而不是刘晓波们和老百姓们。好，我就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薛先生，薛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
大力繁活，我请两位先生好。我解释一下，习大大，我在我们陕西的方言是叫父亲，我父亲叫大大，我就这样解释一下，好不好？我经常收听你们的节目，嗯，每天晚上。好，谢谢您的支持。我解释一下哦。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这个习大大，这是我道不赞服这些，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都是这些马屁精编造出来一个，想营造为这个新的领导人营造一种这个权威的气氛嘛。你看，以前江泽民上台，华国锋上台的时候，也有人叫他华叔啊，就叔叔的叔啊，啊，那个江泽民上台的时候，也有人叫江大爷啊，对吧？那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有人叫胡哥哥啊，胡哥啊，温家宝叫温哥啊，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大的事情，我就讲这里。嗯，好，非常感谢您。好，接下来呢，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想问一问，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不是在中国政坛已经成为一个这个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在任何这个领袖，在表面上来看，他是不是说一不二？当然，实际中间他是非常的虚弱，因为独裁者或者是强权领袖，他都是用一等非法的手段来扶起他的权力，或者是用非法的手段来巩固他的权力。那么这样的话，当他的权力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他的魅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的威信实际上是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大。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了，我一方面我是赞扬的，是同意的，就是他的集权，而不是让他的权力分解给所谓的政治局常委，因为那种分解给政治局常委，表面上看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来看呢，实际的过程中间它是集体分赃啊。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腐败集团，最厉害的腐败集团不是省委书记，不是县委书记，而是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这就是一等就是说分赃的一等结果。而这种集体领导呢，又不能承担来一个国家的这个应有的一个责任，就是你可以分赃，但是呢你不承担责任啊。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实行了这个集权，我认为就是说，不论是在专制社会里面还是在民主社会里面，作为国家元首，国家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他一定是要掌握大权，而不能呢把权力这个分解。但是习近平从这个意义来讲是肯定的，就是把这个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收到他的手中。但是习近平做的有一点过分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是真正把实际的权力通过一种梳理集中在他手里，而是呢建立了无数个的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领导小组所实行的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啊，那么这个首长也是他，那个首长也是他。比如说早一段时间，大家说啊，政法委书记没有成为啊这个政治局常委啊，但是呢，他的权威并没有下降，是因为呢，分管政法委工作的人呢是习近平，是总书记，所以呢，比一般以前的一个政治局常委呢分管政法委呢，实际上政法委的这个地位呢啊更进一步升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是因为呢每一个系统性的习近平都在管，经济他是财经领导小组，军事他是军委主席又是军改小组，财经他总理也没有权力，他是财经领导小组。现在网络安全他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也是网安领导小组的组长，所以他就变成了我们到一个工厂去访问了啊，除了迎接我们的厂长呢是习近平，销售科长呢也是习近平。保卫科长呢也是习近平啊，值班室的主任呢也是习近平。一个这样的担任了这么多职务的一个领导人，你觉得他有权力吗？有权威吗？一个国家他只要有一个职位，在民主社会里面总统他就足够了啊。那么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去管，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他都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利。而习近平是在一种非法的状况之下扶持他的这个权利啊，然后他又想呢进一步巩固和这个扶持他的权利，所以他就是彼此产生巨大的一个矛盾，然后他没有其他办法，他就成立这个啊，他就利用这个小组来这个治国。小组治国实际上是带来中国现在政治上很混乱，未来也会继续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小组治国。因为小组的方式就是
让其他不同的官僚部门临时拼凑在一起，来对这个原来的官僚体系呢下达这个命令，这样的话使原来的官僚体系本身呢就是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失去了它的责任感，由于这一个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呢来代表习近平来行使权力。那么习近平表面上他是拿到了很多的头衔，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实权在小组这种非规范的运作之下呢，啊，他的真正的权力实际上是被其他这个小组的成员呢给分解了，尤其是小组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呢，啊，权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啊，在表面上来看似乎他权力很大，实际上来看呢，他是头衔比较多，实际的权力未必啊，这个真正像媒体所啊描述的那样，或者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他真正有多大的权力，我是非常怀疑的。我甚至认为他的威信的程度远远超过胡锦涛，也远远超过六四以后上台的江泽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河北李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掉了。宁夏的高先生，您好。您好，您好，宝生好，你好，宇宙好，好，张立凡先生，我认为人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张先生强调的是群众，而我强调的是个人的作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姓之家谱也。为什么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个皇帝的家谱呢？因为决定历史的往往就那么几个人嘛。你说群众是什么呢？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官员的二奶呀，把窗户撬开以后，用绳子从楼上逃走，用绳子和梯子从楼上跑逃跑了。比起红色娘子军还厉害，是这我们也看到了。是，哎，所以说这个男盗女娼的社会呀，不依靠王岐山，不依靠习近平，不依靠李克强去搞法治，搞这个反腐，还有搞这个这个什么行政改革，你依靠谁呢？山东的老孔呀。山东老孔，所以再不能再传销这个民主这民主思想，这民主思想。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您再给我一分钟。这个和平先生说到了贪钱、贪色和贪权，我认为啊，贪钱、贪色是贪污，但是贪权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按照你和平先生理论啊，王岐山只有是卸甲归田、鸟倦飞而驰还，那才算是对清廉了。那习近平只有退隐江湖，一蓑烟雨任升平，那才算是清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要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于师啊，集中全力干好事，干大事。好的，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一个是个人决定历史，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英雄决定历史，还是群众或者说人民决定历史。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谈一谈您的看法。要说这个共产党呢，一直是讲这个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就是这么讲的。那这个但实际上做起来呢，其实人民是分母，这个这个领袖才是分子，所以这个人民大体上来讲都是这个在这个被这个大人物们玩于股掌之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嗯，当然这个我觉得嘛，我觉得应该承认啊，就是说这个习先生呢，他是想做点事儿，想要救这个党，然后想要在历史上成就一番事业，我想这些想法他都有。但是呢，他的这个他的知识结构啊，还有他的这个思维方法啊，都比较传统。所以我们看这个他现在所这个提出的这一套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呢，基本上来讲一个就是相当传统的那一套，这个儒家的，这个内里是法家的，然后呢，教化呢是用儒家的，它实际上还是一种就是历代这个王朝的一种传统的这个治术。那这一套治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所以我看呢，现在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路数，而这个路数呢，也通过这个，你看他经常的这个召唤亡灵，比如说这个，朝拜这个
朝拜一下这个毛泽东啊，纪念一下邓小平啊，还有他的这个大的他的父亲啊，这个也这些呢都是这个，然后还有我们看最近这个两次会嘛，一次会就是这个开了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让大家想起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然后开了一个新古田会议，让大家想起了那个这个老的那个29年的古田会议，这些呢都像是就是马克思在这个路易·波拿巴的这个《5月18日》里头所分析的那种，就是召唤亡灵，然后穿起这个古代的衣服，啊，然后呢喊起古代的口号，但是呢想演出一出新的戏剧，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仪式化的这种，啊，这种这个带有祭祀性质的这么一种疑点。那这套东西呢，我觉得很比较缺的就是它缺乏一个现代的一个现代国家领袖的能够看到这个人类文明的这种历史潮流的这种思维，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有一些这些东西。目前看到的都是相当传统的东西。谢谢。嗯，好的，我们再给和平先生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那么宁夏的高先生说，他认为啊，这个，贪钱、贪女人，都是不对的。贪权在某种情况下确实可以被理解的。那么就是他是直接反驳你的观点，请你来回复一下。嗯，对于这个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讲。对权力的贪婪的这个权力贪婪者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破坏的程度呢，就是远远超过一般的这个腐败的这个行为，因为贪权力的人他会利用他个人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最个人的这种追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然后胡作非为啊，对人类历史上造成最大的灾难的这个政治领袖，不是因为他的贪色，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贪钱，因为钱和色对于这个最高领导来讲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一般来讲，他们一般的年龄都比较偏大，对吧？啊，这个就算是贪几个女色，也是非常有限的。你3000佳丽也好，5000佳丽啊，毕竟是有。有限，但是如果你要滥用权力的来讲，那你就不是慷慨这个几千女性了，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啊。那么你如果是贪污腐化，一般的你吃一点、喝一点，或者是拉一点股票，或者是拉一些钱，那几个亿也好啊，几十个亿也好，但是你要行使权力来讲，你要滥用权力来讲，那可不是几十个亿啊，那可不是吃一顿饭，那可能是会被国家来大于一个非常灾难的一种状况。你这样从这个意义来讲，所以我们对政治家的这个要求，一方面是道德来讲，当然是要求他不要贪色，当然也要求他不要这个腐败，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是要限制他的这个权力。现在王岐山的权力不受限制，习近平的权力更不受限制，一个中纪委打斗反腐败的名义，随意的让官员，随意的让商人就消失在正常的生活中间，到哪里去了大家不知道啊，然后几个月几年啊也没有受到这个法律的公平的处理。那么习近平啊这个这样王岐山这样一等反腐败的方式，实际上是另立中央，实际上呢是另立他的一个权力中心。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个人的权威来讲，王岐山的个人魅力越强，他做的事情越多，对于习近平来讲就会构成一个挑战。表面上他们现在是战友，为了他们可能是最深刻的一个敌人。这就是王岐山，如果他继续把中纪委这么一个非法机构在权力运作过程中间继续进行这个下去的话的一等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未来他们就可能会进入一个决战，而他这种惨烈的程度比这个周永康可能来的还要严重啊！如果是王岐山能够急流勇退，那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对于权力的贪婪者来讲，他们不会这个急流勇退的。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要利用法治来巩固他的权威，那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依法治国是建立在一个党的这个领导机制之上，
那就是等于党可以任意的干涉这个法律，可以任意的制定这个法律，可以任意的这个扶助会议，这种法治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古代中国的这个法律就已经非常丰富非常之多，用不着你现在今天突然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名义来制定法律，还不如要你习近平制定法律算了。那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你搞一个神事厅也好，搞五个神事厅也好啊，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指使你法治，指使你利益的一等工具，这样一等滥权的一等行为比没有搞法治更要糟糕。所以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并没有得到人们真正的这个赞扬和支持，就是因为他在继续的打压异己分子，继续的这个用党的权力超越这个法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的精神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这样对于政治家来讲，滥权是最恐怖的，最可怕的，也是我们需要发出最大的声音给予谴责批评和监督的。好，习大大是否名如其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河北的李先生、吉林吴先生、安徽王先生还有辽宁孙先生，我们没有时间接听你们电话，希望你们留在电话线上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那就是中国反间谍法取代国家安全法到底意味着什么？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